出爱的大波来临，直到黎明来临之前，烧尽尘埃落叶一整夜，一盏一盏轮回的终结。战斗的时候我都不能在你身边，所以我特别为你准备了这个喝下去会充满战斗力的精力汤，只要你喝下它，我就在你心里面成为你的血液，你的力量，就好像我一直在你身边为你加油。谢谢你貂蝉。我在东汉等你回来，记得我们要一起去柳城，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哦。嗯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，而且你永远都不可以忘记我，不可以忘记我们的爱情七件事哦。貂蝉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遵守跟你约定过的每一件事。出发了。嗯，万事小心。貂蝉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袁绍啊袁绍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然敢造反。没关系，他以为我会怕他们这种纨绔子弟组织起来的烂军队啊。哼，李儒，小的在。叫徐荣带重骑部队守住未央殿前方，用323战术。叫郭汜带狙击部队到制高点，用112战术。叫张吉到后方树林部署奇袭部队，用422战术。去，小的马上下去分布。媚娘，是。叫奉先部队好好的守住未央殿，不准敌人越雷池一步。他们的编号就叫做肉包战队好了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嘛。战术就用444战术，10-10-10，这种烂部队死光算了。记住，奉先部队可以为了保护我全数牺牲，知道吗？是。去。你不去发布我的命令，又跑回来干嘛？找死啊！不，小的不是找死，只是说有屁快放，没屁快滚。那丞相大人你呢？对啊，丞相大人，你该不会是想抛弃我们，自己偷偷溜走吧？溜个屁啦！袁绍的17路大军只不过是开胃小菜，主菜还在后面，就是曹操、刘备，还有那几个乳臭未干的五虎将，那个才厉害啊！啊，那伟大的丞相大人，你会死吗？死个屁啦！我可是史上最瘦、最猛、最帅、最会打的呢！啊，听得我好放心啊！那几个青春期的叛逆小鬼，我会很快的让他们变成飘来飘去的阿飘小鬼。还不快去！你们想当阿飘啊？
大哥，我们已经走了一天一夜的路了。照理来说，应该离未央殿不远了吧？可是怎么觉得我们一直在这一带，一直绕？现在没有信号了。有人，单事情。奇怪，怎么完全感受不到对方的攻略和练习？连敌人的人数也无法确定。你们实在误会大人的阵法。厉害嘛，连我设的阵法都能发现。之前没有把曹操这小子干掉，真是失算了。会长，你知道怎么解误会大人吗？误会大人就要解释。会长，现在不适合耍幽默感哎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所谓的解释。就是要在贴有符咒的柱子下面解四泡尿。解四泡尿？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根据国家有些资料库的记载中，童子尿是至阳至刚，而且灵性十分强的，它具有辟邪破阵的功效。各位，相信我，只要解四泡尿就可以破解这个阵法。你们随便选四个人，赶快尿尿，不要错过先机。这种时候，你尿尿都要犹豫，怎么对付敌人啊？冷飞、岳云中、涛，就你们四个，快去！是。大人都能破解，曹操啊，你真是不简单呐、啊！看来该是该派我的好儿子上场了。哎，怪了，会不会被我的好儿子识破了我的阴谋？定，等我把这几个兔崽子解决了，再去解决你。暗黑真经之十恶不赦诀。相当诡异，兄弟们，大家小心！看你爸爸握的拔三拳！飞为何攻击云？看来这黑雾是董卓召唤出来的师兄，他会让兄弟们丧失心智，彼此互相攻击。我就不相信你们有多讲义气，心被蒙蔽了，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的？哇！我怎么了？兄弟们，集中精神，不要中敌人的计啊！Thank you.
可恶！东珠知道厉害，我如果用克魔法把魔镇住，这样同时也中了食心魔的弟兄们也会昏倒。队长就算联手，也不一定打得赢董卓。刘兄，自己的兄弟打不下手，看来得使用异能了。佛克苏来吧！刘兄，这句乌拉巴哈真的是脏话吗？五虎将听我命令，各自调息，一位到我身边。我相信大家一条心，一定可以抵抗董卓的法术。大家背靠背，站在一起。大家心里不要只想着战斗，只要想要战斗，就被董卓谋攻利用。想想大家在一起快乐的回忆，这样董卓魔功就发挥不了作用了。没错，心中充满了仇恨，很容易被利用做坏事。如果心中都是快乐的回忆，就不会被仇恨给控制了。哎呀呀呀！我的食心魔怎么会跑出来呢？好厉害的小鬼啊，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！你们这是逼我跟你们玩真的。董卓，这是你们这辈子最后一次叫我的名字了。一个我，你们已经受不了了。七个我，你们不是死定了吗？输，我都还没开始打呢。刘备真的很强。现在的我会怕你那把破吉他吗？想不到董卓的魔化已经这么深了。兄弟们，顶住！关羽想干什么？好，那我就先下手为强，先让你们去见阎王。刑天波！没想到关羽竟然进步得如此神速。这时候
如果可以使出最后一招刑天破就好了。二弟，先试试看刑天宫第一招刑天破，将功稍微破坏董卓防御罩，等聚魂内使公主练穿入，好废掉董卓武功。是大哥。刑天破。再来一个，刑天破！太好了，二哥成功了。现在这个状况，只要战斗只做无谓的牺牲，就让义父跟五虎先打个你死我活。我再找机会把他们通通击败。二弟，趁胜追击，打下董卓的元神。是大哥。刑天。什么破吉他烂音乐啊！少丢人现眼啊！非也，非也。这个音乐是要传给懂得欣赏人听的。刘备，你刚才弹那首曲子还真是不赖啊。不过想用你的小黄蜂对付现在的董卓，只能怪你是选错乐器了。哎，这怎么听呢？我听得很难受啊，怪不得看你们打来打去，我是一点都不过瘾。看得不过瘾，你就来帮忙嘛。哎，你老师没教过你吗？求人不如求己呀、啊！看你个呆头呆脑的样子，要让你来求我，你说什么话都不知道。哎，好吧，我就委屈我自己，就把我的青红紫电借给你三分钟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但是就三分钟哦，时间一到，我马上收回。这会儿你要弹得漂亮点，让我听得过瘾啊。这叫西老刚，跟他对干我也占不了什么便宜。什么青红紫电，来啊，大家好好的玩玩。收窄。青红紫电真的好强哦！糟糕，董卓准备击败最后一掌了。太好了，我用青红紫电逼出了董卓的魔，二弟适时用刑天宫三招打散了董卓的魔，左慈好像对怎么破董卓很了解。关羽，你终于顿悟了解了刑天宫的奥妙，使用刑天宫就要连续三招，威力特别强大。第一招刑天破是要破坏对方，第二招刑天破是要压迫对方，第三招刑天破是打了对方魂飞魄散了。
哎呀，不过在我眼里看起来，关羽啊，你这个刑天功练的还真是两光啊。是，告诉你，要是没有我的青红紫电，你们想打败董卓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多谢前辈。前辈，哎，不用客气。哎，那个青红紫电可以还给我了吧？哎，他用了一下，觉得不过瘾，对不对？多谢大师，这真是我弹过最棒的一把吉他。谢谢啊！哎，你们发现一件事没有啊？发现什么？哎，董卓跑了！糟糕！终于到了，董卓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四貂蝉，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？有人告诉我你武功全失了，而这里就是让你功力恢复的地方。不简单啊，连这种事你都知道。我知道的事还很多呢。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我还是建议你继续当你无知的小公主比较好。什么都不知道是很好，但是我知道，现在要彻底除掉你，只有我可以。你可以吗？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生，你奈我何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只要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就可以马上把魔召唤出来，再造一个全新的我。滚开，闪边去！别忘了，你现在一点功力也没有，我只要用一只手，就可以把你打败了。是吗？来啊，你试试看呢、啊。那可能，我现在竟然变这么弱，连貂蝉的巴掌都躲不过。万一五虎将追来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赶快恢复魔性。10秒，只要10秒就够了。我就可以把咒语念完，就可以恢复了。美丽的貂蝉，告诉你的第两天的天下第一大美女。如果董菲菲过去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请你原谅了。那现在哦，你拜托，请你发挥一下你们女性特有的母爱，可怜可怜我，给董菲菲休息一下嘛，10秒钟就好 ，OK？ 好啊，多谢了，干么呢？那你不会不甘心吗？为什么害我们的人可以长命百岁？如果我们痛苦，别人应该更痛苦。跟我一起毁灭这个世界吧，关羽。吕布，你要毁灭的世界，你包含貂蝉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莫名其妙的被宣告只剩下一年，我很不甘心。就算我真的要死，我也希望貂蝉和我兄弟们继续活着。吕布，你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你想要保护的人吗？吕布，你最好快点让开。没有，我谁都不保护。可是貂蝉，貂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是说我
当上盟主以后，天下就是我的吗？你也会是我的吗？义父会亲手杀了他，为什么跟他同归于尽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你都离我而去？为什么？我吕布活着又是为什么？吕布内心好混乱。难道是不是看到貂蝉跟董卓一起坠崖，刺激太大了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会静脉逆转，丧失理智。吕布！来不及啊！我爱的人也死了，我恨的人也死了，通通都死了。是我杀死了他们，是我杀死了义父，杀死了貂蝉，我杀死了好多好多人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盟主，天下都是我的了。你们赶快来参见盟主吧！我是盟主。吕布，冷静一点。我杀了董卓，我是盟主，我是天下第一。会长，你放心，我会叫曹家军暗中跟随吕布，避免他任意伤人。我们先下去找关羽跟貂蝉吧。胜利，大哥，二弟怎么样？可能是掉下来的时候昏过去了，超跟踪去找二嫂了。用内功唤起他的百会穴，试看。大哥，你们找到貂蝉？我没有看到二嫂衣服的碎片，岩石上还有一些血迹。我立刻叫我曹家军的海角部队出来寻找。二哥，鱼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，只是全身筋骨痛得很厉害。虽然我跳下来的时候用内力护住自己，还是抵不过重力加速住的重量。董卓人呢？还有那个抱住他一起跳下来的女生呢？二弟怎么会称呼貂蝉那个女生？那个女生好像不太会武功，从那么高掉下来一定会受重伤。大哥，请你分派工作，让三弟和大家去找他。二哥，你怎么会说那个女生呢？那是二哥。刘兄，你刚刚听到了吧？嗯。二弟居然叫貂蝉那个女生，难道鱼失忆了？可是二哥刚刚也叫我三弟啊，他也认得大哥是大哥啊。也许是看见二嫂跳下去重创以后选择性的短暂失忆。可是二哥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三弟，你冷静一点。这一战，大家都负伤了，我先回去疗伤吧。报。说。
海角部队在搜索全面海域五次之后，终于发现貂蝉的鞋子。海鹰部队呢？直升机有没有发现什么？报告，没有。吕布呢？他在长安城四处游荡放话，说他杀了董卓，言行举止就跟个疯子一样，就连跟随他的战收部队也被他伤了不少人，最后跑进树林不知所踪。先把战收部队受伤的人带去治疗，其他人继续搜索貂蝉。是。大哥，二哥是不是和吕布一样，看到二嫂坠崖，刺激太大，所以发疯，忘记二嫂了？华佗帮二弟把护脉，说他脉象平和，不像吕布一样，经脉逆转。难道他有阿兹海默症？这是我家乡的一种病，非常罕见，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吧。我没有听过啊。对啊，脑海中立刻白了眼啊。还有大后天的记忆啊，就是我们习惯念 Alzheimer's disease， 简称 AD， 没有人会念中文，没怕怂掉。奇怪了，我平常看雨也没有 AD 的倾向啊。不然我再请华佗检查看看好了。不用了。小乔，你怎么来长安城了？因为在你们离开的那天晚上，我收到了这个。我知道关羽为什么会忘记貂蝉。小乔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不要看到这封信，但是如果你看到了，我要先跟你说对不起，还有希望你不要为我伤心，因为在你收信的同时，我可能不翼而飞了。在阿厂他们决定去长安救盟主献帝之后，我一直很不安，爸爸已经被董卓害死了，我好怕阿强也会这样，所以我去找了左慈大师，问他阿强能不能打赢董卓。左慈大师，请问阿强他们有没有办法打赢董卓？左慈大师告诉我，大家打不赢董卓，除非第三个关键发挥作用。第三个关键，而那个关键就是我。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只能顺从自己的直觉。爸爸的死让我觉得不应该待在家里等二号来敲门，就算力量微弱，这次我也要跟阿长一起出战，保护我最最最最重要的人。但是阿长一定会阻止我，所以阿昌，这个给你，我只好让阿昌喝下忘东忘西忘情水。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，而且你永远都不可以忘记我，不可以忘记我们的爱情七件事哦。貂蝉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遵守跟你约定过的每一件事。如果没有意外，阿长会忘记出征当天跟我的所有约定，也就是说他会忘了我。我知道我这样会让大家伤心，但我真的不想让阿长承受心爱的人比自己先离开的痛苦。与其让阿长心痛，我宁可让他忘记我，也请大家原谅我。小乔，
你是我最信任的朋友。如果我真的出事了，请你帮我拜托大家，不要在阿长的面前提起我，让他彻底忘了我，是我最后唯一能为阿长做的事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能够认识大家，我真的真的很快乐。不管在哪里，只要心里有着彼此，就会让我觉得很幸福。永远的朋友，貂蝉饼。想不到一向娇弱的貂蝉，竟然会下这个决定，这需要多大勇气！真的要照二嫂的话这么做吗？当二哥忘记二嫂是好事吗？请大家一定要照貂蝉的话去做。这是貂蝉他最后拜托我做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帮他达成。虽然我知道让关羽忘记他深深爱过的貂蝉真的很残忍，可是我知道貂蝉希望阿长忘记他，忘记悲伤，去走他的人生。貂蝉这样牺牲，我一定要帮他做到，我一定要帮他守护他最爱最爱的阿长。只是为什么这么相爱这么善良的两个人，他们要那么可怜，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一起？为什么他们要受这种苦？小乔，收了貂蝉托付的你，你的心里一定也很苦。貂蝉之前，我们大家都不会放弃的。小乔，你怎么在哭？二哥，那你来。三弟，讲话怎么变成这样？我，二弟，三弟是想问你，你醒来了？吃了华佗的药，再睡一觉，感觉好多了。不过大哥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我怎么？睫毛倒插了。哎，三弟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哦。云朝仲，你们的心情看起来也不太好的样子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哎呀，我们刚刚在玩大眼瞪小眼的游戏，小乔因为输给我，所以就哭了。刘兄玩到眼睛红，其他四位兄弟因为输给我，所以脸色不太好。哎，会长，弄哭女孩子不是好事哦。就是说嘛。哎，下次不会。哎，大哥，我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。